HTC 新旗舰机打完双萤幕。一如外界预料， HTC 正式发表 Android 新机，是全新开辟的 U 系列产品线，包括 5.7 寸的 U Ultra 以及 5.2 寸的 U Play。 U 代表就是 U 你的意思，号称是最懂使用者的智慧手机。 U Ultra 搭载 5.7 寸主萤幕和位在上方的2寸小萤幕，但不是首创， LG V10 和 V20 早就采用这个设计。小萤幕可以提供时间、天气、联络人、 App 等简易资讯或是快速选单，不用唤醒主萤幕，借此达到省电效果。U Ultra 整体规格属于旗舰级，像是 5.7 寸 2K 萤幕、 4GB 记忆体和 64GB 容量，但处理器却是搭载去年各家旗舰机使用的高通 S8214 核心处理器，而电池容量只有 3000mAh， 让人有点担心续航力啊。同步发表中介款的 U Play， 单手操作手感比 U Ultra 好，搭载 5.2 寸 1080p 萤幕、联发科 P18 核心处理器、 3GB 记忆体和 64GB 容量，规格也算不错，但没有小萤幕。 U Ultra 和 U Play 机背设计采用分光混合成色技术，不同角度观看会有混色的感觉，让机背更具识别度，但容易沾染指纹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两款都没有支援防水，而且移除了 3.5mm 耳机孔，感觉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啊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